开台啦，开台啦，九点半又要睇达哥，听到吗？听到吗？听到吗？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啊？听到吗？听到吗？有冇声啊？听唔到？听唔到？听唔到？OK 啊。我系点解上个星期会玩 Bloodborne 会输，系因为上星期身体唔系几好，发烧啊，影响个状态。休息嗰3日之后应该冇问题。我惊我一阵系一剔怼冧，大佬啊，太快啊！我惊会唔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啱啱而家成龙喺度嘛？成龙同迪基亚讲明话，如果我用车辘车死嗰个第一猎人。佢原本系话咩车死一只 boss 啊，跟住唔知，跟住我话俾你听，我第一猎人一定系会俾我攞车辘车死，我话你听，一定剪到佢变成肉碎屎饼，我话俾你听，一定啊，一踢过，肯定冇咩，应该都，我今日状态已经好好啊，已经休息咗几日之后，已经完全唔同晒。成龙一阵要睇，你打完 V 牌唔好走咗去，话俾你听。你一定要睇住我点样怼车死喎！第一猎人，而家打 FIFA 系要即系点啊轻松啲咯，打仗之前啲有啲人咧好熬底嘅，话佢听，有啲人咧就即系考试前啊或者咩咧紧张到手能脚震，我唔系，我一定系要做啲其他嘢轻轻松松，有啲人系咁样嘅，啊，一定我系唔同嘅，我系轻松完就越嚟越劲，啊，大家放心。今晚一定系会打到佢死嘅，话俾你听，极快怼冧，将会被第一猎人嗰个老嘢将会俾呢个车辘车到，完全唔知道阿爷姓乜都唔知嘅，话俾你听，叫咩基尔曼啊，佢好白痴，就咩咩 Hunter Green 咩 Hunter German 啊，好似唔知乜鬼嘢，佢就话今日咩猎人基尔曼将会加入狩猎。佢系讲错咯，系佢系加入狩猎噶，佢系做饰演猎物咯，俾人打猎，俾我打靶，勾到佢头都爆。有人话之后咩？Tonight Hunter German 咩 Joins？系啊，佢又将会俾我 join 加入地狱大军啦，加入去咯，去死咯。系啊，放心啦，冇问题嘅，一定轻轻松松，车辘之神，我话俾你，一定系用。一定系要咁样先得嘅，唔可以话中途放弃。后来用苦都唔掂噶啦，即系你见到个已经系乱咗个磁场，加上病都搞唔掂，用苦系好轻易嘅。讲真，本身就系、是，加上上星期睇即系身体不适胃祸啊，跟住用咗咁耐车轮就攰啊，攞咁耐车辘，咁啊已经让咗佢好多次输啊嘛，佢死咗十世。斧头有一铺打到烂咗添啦，把斧头唔系嗰铺佢死咗十世添，我话俾你听，吓、有人话咩无了期咁挑战实有一次成功，唔系喎，边个话噶？蚂蚁咬你1万次会唔会死啊？吓、你会唔会俾蚂蚁？你同一只蚂蚁单挑一骑啊？蚂蚁打你1万次有冇可能你会输？冇可能噶喎，呢啲系有唔系话无了期挑战就代表。啊！你会一定话赢噶喎，冇呢啲写包单噶喎，啊，唔系咁样讲噶喎，呢位兄弟，好，成龙睇下点啊，就嚼落去，可惜啊！我话俾你，今日咧系会最后一次，唔系无了期，啊？咩会红火蚁？你俾红火蚁咬你，会唔会即刻死啊？即刻累低啊？你俾佢咬完，识唔识一嘢拍落去，拍落去变姜啊，变屎饼，识唔识啊？啊，你俾红火蚁咬完，系咪即刻瓜老衬？红火蚁食你一拳，系咪啊？瓜老衬啊？计翻条数先，啊，红火蚁咬你1万啖，你都未必即刻瓜老衬，有毒都唔会即死啊！就算咩百蚊二蚊，就算一只沾咗外滋血嘅蚊叮落去你嗰度，系嘛？你都唔系即死啊！有咩空窗期定乜鬼嘢艾滋病，跟住等唔知几多两个月定乜鬼嘢？你都系可以杀死只蚊先啊！话俾你听，啱唔啱？好嚟啦！你系咪咁蠢啊？俾蚂俾蚁咬完即刻好似 Rambo 咁攞刀劈
剪咗个忽肉走啊，佢已经死，跟住你就喺个一嘢踩落自己个忽肉度，你已经赢咗啦，系嘛？佢重新挑机你几多万次，佢都系会输。好，系啊，系吧？系点啊？又话咩子弹蚁？我理得只蚁几劲啊？只蚁除非劲到好似咩地球防卫军嗰啲咁大只嘅，否则你正常你都应该怼死佢啦，啱唔啱啊？吓？有人话咩？仲有两只大佬未打，嗰只老嘢最难打啦。个个人都话全成龙都话咩？全 game 最难打就系呢一只嘅。我第一次打，我话咩？你应该信我字，系我第一次打系轻松到不得了，仲有十几支药水未食啊，后期打。我仲喺度一路谈笑风生，哈哈哈！唔系嘛，呢一个就系最劲嘅大佬，我仲可以轻轻松松咁打，你就知道啦，争好远。咁咧就讲下啲新闻先啦，费事讲咁耐呢啲啦。咁咧，今日咧就系今年咧天文台第一次咧就颁布黑雨。咁黑雨唔系啊，本身咧应该好多人好开心嘅，又唔使翻工嘅。但系咧今日咧就有啲人就话咩蛊惑。蛊惑天文台，蛊惑暴雨信号，点解呢？就唔知一开头8点都未去到红雨啊，唔知翻到公司九点就红啦，好似咩10点钟咧就开始黑雨，哦，跟住就唔知咧，好奇怪喎，黑雨咧正常咁，你都谂住哦，即系就算越落越细都应该慢慢跌去红雨之后变黄啊，唔系喎。因为就嚟 lunch 嘅时候，通常如果黑雨咧就会放大家走啊，哦，大家 lunch 趁 lunch time 走啦，翻屋企去安全嘅地方，点点点咁样噶嘛，系嘛？咁唔系喎，一去到差唔多11点零左右咧，就话天文台咧就取消晒所有嗰啲黑色暴雨信号啦，就话咩啊直接跌去黄雨啊，就冇咩红雨嗰啲，咁啊搞到咧个个人就喺度狂闹，咁搞错啊！咁咪黐线啊！点解咩狗即系翻工嗰阵时已经揼到成只傻咁样啊？落汤鸡咁啊？点解会一跌又可以跌到去黄鱼呢？咁啊，好多人就喺度质问话有咩道理？因为咧点样计嗰啲咩暴雨警告信号呢？就应该系计嗰啲雨量嘅，即系每小时几多毫米雨量咁就会哦，唔知好似400几咁就代表系红雨定黑雨噶啦咁样。咁冇理由一下即系啲雨水冇理由突然间你估吓、啊、好似借钱咁样，人哋话一下就唔借或者点样嘅咩？即系好似人类控制，正常啲自然境况啊，应该慢慢跌噶嘛啲雨量。哦，嚟话哦，而家开始雨势渐细，冇理由系会一下跌到去黄雨咁啊！好多人就喺度狂丙啊，咁啊结果好多人都系要继续翻工啦，吓、啊，好嚟啊，斩埋嚟！我识啊，再射啦！我识啊，都争少少啊。老细表示啊，系啊，公司就系最安全嘅地方啊。通常即系嗰个天文台嗰个景嗰、那个系咁噶嘛。佢就话以前有个卡通片就话咩咩呢啲暴雨啊，咩台风啊，最紧要留喺安全嘅地方，系嘛？你话好唔安全啊？我公司你逼我做嘢，我应该好唔安全，有呢个监住晒。话公司未做完嘢唔俾你走，就算隔篱山泥倾泻都唔俾你走你啊，系嘛？你可以咁讲，好小心啊！点为之安全嘅地方咧？呢啲嘢真系好难讲。你屋企又代表安全咩？咁啊，我住啲劲旧唐楼或者点样，系嘛？即刻我话俾你咩为之安全咧？老细你而家即刻 book 一间四季酒店嘅总统套房，我断估都唔会出事啊！嗰度市中心，系嘛？即点浸都唔会有咩问题，附近有冇山泥吓咩山坡啊？成喺嗰度咧，我就觉得安全嘅。佢话你要做嘢冇问题。佢话请将所有电脑资料，请移玉部去呢个四季酒店嘅总统套房开翻间咧。啊，全部员工都非常乐意去同你做，因为咁为之安全嘛。你嗰啲公司写字楼或者工厂大厦有几安全啦、啊？通常喺偏远地区附近一定系山又城啊，嗰啲咁样噶啦，系嘛？有几安全呢？系嘛？呢啲啊，好难讲。我俾佢上去啦，俾咗落落嚟，走去叠位噶啦，成龙想吸噶啦，可惜两个人难一难，一系冇抢包山，
系因为落大雨啊嘛，寻日系去到夜晚就宣布话唔再冇得抢包山啊嘛，本身系佛诞年年太平清照都一定系要整嗰个抢包山啫嘛。你知唔知抢包山系曾经唔知停咗20几年嘅？你哋知唔知啊？就因为有一次发生咗意外定点？以前抢包山系任人抢嘅，好似听人讲话唔系而家。而家咧系唔知拣几个运动员嘅，以前就唔系起10几个包山，而家咧就系起3个，跟住就唔知请呢啲劲嘅运动员，又分男子组、女子组，跟住就喺度抢嗰啲咁样噶嘛。我就话我睇下边个第一咁样。咁以前咧就据闻啊，我都唔肯定嘅，就听人讲咧就话系嗰啲。长洲居民就即系附近起码搭咗10几个包山嘅，就个个都中意就抢啊抢啊，冇所谓攞二头嘅，细蚊仔又好，大人又好，你中意就可以攞去抢。但系咧，我都嗰阵时，我抢包山都讲真，啲包你成日咁样喺度踩啊，喺度捽啊，真系敢食咩？讲真，即系我唔系质疑嗰个习俗嗰啲，我主要系即系从呢一个卫生角度，同埋寻日。落雨啊，剩啊！我睇新闻报道有啲包都黑咗啊嘛，即系有啲污水啊弹落去啊，污糟邋遢啊嘛。因为嗰阵时正常咧就话抢完包山啲包，你如果净系攞嚟为咗做活动啊或者咩好嘥啊嘛，即系浪费食物。咁正常好似系听讲过就系话抢完包山嗰啲系会派出去俾人食啊或者点噶嘛，系嘛？好，讲咩？而家系。假嘅嗰啲包系塑胶包，我唔知喎，真嘅，我唔肯定喎。我估断估20几年前嗰啲唔会攞塑胶包嚟整啊。咁你塑胶包系循环再做，即系上年我而家用完嗰啲抢包山，而家又再嚟整过嗰啲咁样，系嘛？吓？又话包山有啲系假包嚟嘅，塑胶整嘅，咁啊环保咯，咁啊唔怕卫生问题咯，我就担心呢样嘢啫。好，系啊，抢包山而家有嗰啲有分嗰啲咩策略噶嘛，咩开头爬上顶嘅就系咩咩3分，之后中间2分1分嗰啲啊，我话俾你听点赢啊？抢包山唔系话爬得最快赢，第一件事。你爬上你咧就爬，你唔够快唔紧要嘅，你爬你即刻兜去人哋嗰行掹鬼咗佢下低少少嗰啲，狂攞人哋嗰啲，你唔好攞自己个行嘅，跟住攞到人哋嗰啲3分区冇晒，跟住你咪自己再掹嗰啲咯。我话俾你，我抢包山，我一定系冠军啊！我话俾你吓，因为咧就系咁嘅，你通常系6条友一齐上同一座山咁样嘅，就上顶上到塔顶。咁塔顶你自己嘅位嗰啲山，你有自己身体肯定挡住啊嘛，肯定人哋冇咁易抢嘛。你第一时间就系撩人哋嗰啲，撩鬼晒人哋嗰啲3分嗰啲包，嗰啲塔顶嗰啲包狂撩撩落去，跟住人哋想抢你嗰啲，你一嘢拍佢嘅手，好似嗰啲阿妈即系闹嗰啲仔话阿叔未嚟啊，喺度食嘢啊，咁啊攞筷子一哼嗰啲手嗰啲咁啊，喺狂拍。跟住你就自己攞晒人哋嗰啲包，咁人哋见攞你嗰啲包唔到啊，肯定就落去啦，就攞啲低分嘅咩1分2分，嗰啲攞几百个都冇用。讲真，你攞一个，你攞一个等于你攞3个，吓人哋喺下低做到成只积咁都冇用啦，系咪先？咁所以你跟住你已经赢嘅。如果你一开头啊肯霸晒嗰啲嘅话，咁啊一定得。仲有一个计策嘅，我话俾你，仲有一个计谋嘅，好多人唔知。通常咧，人哋咧咪将啲包摆落自己后面有个竹箩嘅，跟住或者摆，即系总之成日跌或者剩嘅。你咧，如果你可以，其实可以直接入喺人哋个竹箩度攞人哋啲3分8，人哋攞身水身汗之后，你慢慢爬上去攞人哋啲竹箩嗰啲包咧，我话俾你一定赢噶。好似入冇呢个规矩嘛？咩禁止攞人哋背囊嗰啲系咪啊？咩？我爬2步跌落嚟，冇我企下低等咯。话俾你听，人哋一落嚟之后，即刻喺人哋嗰个成个背囊攞鬼埋。话俾你听，我喺度等受猪毒。我话做咩事啊？个大叔参赛者点解企喺度啊？哇，气定神闲，打机喺下底打 Game Boy 定乜鬼嘢啊？睇报纸，跟住最后5秒啲又爬落嚟，跟住就即刻我啊攞晒，我转咗一圈啊，咩事啊？跟住人哋嗰啲，人哋全部竹箩已经空晒，变咗我妙手空空，一嘢已经换鬼咗竹箩
咦耶？点睇啊？好、哦、哇，小心啊！咩支持有人偷包取消资格，真定假啊？讲真啊，有呢啲规矩嘅咩？啊，我唔肯定喎、啊。我系啊，我话俾你好简单，我即系咧，佢哋咪喺上面爬嘅，跟住我喺度下面大喝一声，跟住佢哋已经吓到黐线，即系嗰啲包嗰啲已经跌晒落地，之后我就喺度执，好似嗰啲古代嗰啲唔知咩啊，跟住喺度慢慢喺度攞啊，喺度等啊，上天跌落嚟啊，乜都唔使做，话俾你听，守株待兔啊。系啊，我话咩？我仲劲，系有啱啱有人讲一样嘢，我系得我先做到。一开头佢哋准备冲上去跑山，之后我已经成座山摆落自己嘅背囊啊，已经赢咗。我话仲抢咩啊？我已经攞晒啦，成座山，我一只咦，跟住又咩鬼咗成座山走，咦完，我话玩完 ，bye 啊！全我就系破纪录，破健力士世界大全同埋历年啦，香港开埠以嚟嘅抢包山纪录零点半秒，佢咩事啊？佢话突然间，哔，跟住即系佢有啲礼炮一响之后就，哦完咗啦！佢恭喜晒大叔选手已经成功抢咗成个包山，吓、啊，你点睇？吓、啊？我话有得偷包啲人仲会唔会自己上去攞都会，你偷得有啲人偷得唔够快噶嘛，大佬啊，系嘛？好嚟啦，俾咗落去，喂，靓啊，作得靓啦，可惜啊，争少少啊，仲有机会再借个师爷姐零步啊。系我连埋其他选手，佢哋未上嚟，我已经抢咗啦，成座包山。我佢哋喺度坐跑，我话我唔使坐跑，我一嘢就举起个护鱼女，成座包山举起塞落自己个背囊。我一开头个背囊已经劲大啊！你话咩事？点解你个竹箩特别大嘅？我话成个长洲咁大咯。我话系啊，我话咗我要架，我话我真系要攞嘅话，成个长洲举起掉入去自己个背囊度。好。跟住一嚟就已经半秒之内就搞掂啦，轻轻松松啦，话俾你听嚟啦。我一抢包山，我应该即刻食埋咁样，仲刺激一开嚟就即刻塞落，不过太危险啊，可能难啲。总之啊，抢包山就系一个比较特别啲嘅活动啦。咁咧就报纸有卖嘅，就唔知咩 CNN 定 BBC 咧，就话系咩十大咩古怪节目，佢又咩节日嘅，我又唔知道有咩咁古怪，边一忽系古节日系古怪啊？我都想知道。你有冇觉得鬼佬有啲咩节日系古怪？你鬼佬嚟评咩 BBC、咩 CNN 啊？咁梗系古怪啦，大佬啊！我哋睇翻你嗰啲咩乜鬼嘢节啊？鬼佬有啲咩节系古怪？谂下先。鬼佬有咩节啊？我开埋呢个角球先啊！出埋嚟，顶流罪，我识啊！番茄节嗰啲喺度狂抌啦、啊，我话仲癫喎，大佬！西班牙嗰啲咩番茄节？咩狂牛节走去俾牛，即系喺度斗牛，梗系有机会俾牛撞死啊！大佬呢啲仲黐线啦，系嘛？我觉得十大古怪节目呢啲都有啦，大佬啊，啱唔啱啊？吓，复活节又唔系话咩好古怪嘅，冇咩特别，即系又唔即系唔会话，即系有啲活动系好令人觉得古怪，即系食下复活蛋啊咩？系、啊、嘛？复活蛋系几时兴起啊？圣经都冇写话要食复活蛋系咪啊？复活蛋系因为复即系鸡出世，即系只蛋孵化咁啊，有个意思，所以就整复活蛋就代表耶稣复活，系嘛？好，我话咧，美国啊，成日有嗰啲咩嗰啲障碍赛，霹雳无敌大只苏，你睇明珠台成日有啊，即系。嗰啲障礙賽咧，跟住有啲塑膠，有啲嘢，跟住有機關彈嚟彈去啊，跟住有啲成地泥漿啊，係嘛？跟住又撞嚟撞去，撞到頭崩額裂嘅嗰啲節目仲奇怪啦，即係會受傷又成，係嘛？佢哋嗰啲又冇乜所謂嘅。
好啊，嗰啲同抢包山差唔多，嗰啲活动讲真系嘛，即系喺度弹嚟弹去，咩斗快爬去某个地方啊？即系你睇美国好多咩咩忍者，有啲有啲系俾师奶参加嘅，就有啲旋转，即系总之喺个大祠堂入边咧有啲机关嘅，即系你如果唔小心咧就会揈落去祠堂啊、城啊嗰啲咁样噶嘛，系嘛？感恩节系咩啊？讲真，我都唔知咁咩。感恩节，我听一个人解释就同我讲咩系叫鬼佬过年。佢话鬼佬，佢话感恩节，佢话我都唔知点解释俾咧。总之系鬼佬过年就咩要成家人聚埋食餐好咩火鸡，即系我哋中国人咪我啊成即系食饭过年有只鸡咁，鬼佬一样啊，整只火鸡啊咁样，咁啊知鬼佬过年啊。感恩节就送礼物啊，嗰啲同圣诞节差唔多。鬼佬啲节日好闷啊！讲真，嚟嚟去去送礼物，圣诞节就送礼物，感恩节就送礼物。仲有咩节啊？冇咩咯，系咯，冇咩特别啲咯。讲真，系嘛？横冲直撞啊！嗰、那个节目叫系嘛？我唔知喎，我唔记得个中文名叫咩啦。总之就系啲请啲师奶上去玩障碍赛啊，啊，唔一定师奶嘅。总之就系任何家庭观众啦，一啲平民咯，就去玩障碍赛咁，就多数系跌落水嘅嗰、那个节目就轻松啲，即系中意睇你跌落水就嘿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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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住有啲路咧，行下会有个拳头一嘢执出嚟嘅，执到你弹翻落水嗰啲咁样咯，劲痛嗰个黐线啊！我睇到嗰个拳头弹到速度快到黐筋，筋肉擂台都得意啲嘅，唔可以话咩有啲花款啊、剩啊咁样啊，啊又话情人节好变态。十大古怪节目又唔会，你睇你个睇点古怪咯。成龙 ，Can you finish tonight? No problem. You must watch。我话俾你听，咁咧跟住咧就之前讲过啦，咩地铁要整啲新车啊嘛，话咩橄榄型嗰啲车主，你有冇睇啊？即系最近咧，佢唔知上嗰个东张西望啊，定乜鬼嘢咧，就喺度讲话咩啊地铁咧。就唔知要諗住整新車定買新車嘅，佢又唔知預算，咁咧就佢就定咗噶啦，唔知話預唔知幾多億，係幾多億啊？我肯定記得係至少係用億計嘅，就唔知話咩冇億都過千萬噶啦，就話咩要招標，就話我想整呢啲新車咁樣啦。咁咧新車商，即係因為佢話嗰啲車咧就而家舊新嗰啲咧就想話咩？旧嗰啲咧，咪得一条柱喺中间，啲油成日一挨咧，你又扶唔到。咁咧而家咧就话咩要整个好似橄榄型，咁有三支中间空心咁样啦。咁你咪可以哦，就算有人挨咧，你都可以吓、啊、有两碌，其余两碌柱俾人扶。跟住咧今日咧上网嗰啲人喺度话咩？如果三条俾人扶咁点啊？系咪开够八支啊？咁你不如整到好似雀龙咁样，即系几廿万只，我哋整到雀龙咁咯，佢几百万只啊，一定有人攞啦，梗系逼到冇位坐啊，嗰啲即系压到啊，劲圆劲肥嘅雀龙，跟住话肯定有人扶到啦，佢咁讲，即系有呢啲咁嘅传闻啦。跟住地铁就话咩，如果即系呢个限额内咧就咩？找不到嗰啲咩供应商，即系冇人肯咁样整呢啲车厢咧，佢就话咩就算数噶啦，就咩会沿用翻旧车厢嘅，就咩翻新定点点点。咁新车厢咧，佢就话仲除咗呢个咩橄榄型嗰个扶手之外，佢话咩咧睇个站嗰、那个而家站嗰啲 mon 咧，咪就咁一就唔系 mon 嚟嘅。就咁有啲 L 嗰啲灯啊，啲绿色灯咁上面贴张纸咁啊算，跟住嗰啲咧而家要改啦，咁咧就会改做 LCD 屏幕，咁咧唔系净系出地图咁简单噶，佢话咧同埋显示其他资讯啊，讲到好好听，咩叫显示其他资讯咧？就系、是、广告啊，我估系广告啦，可能我错，我小人之心吓，咁、啊、咧但系我就九成九我都认为
咩其他资讯啊，仲有咩或者咩乘车条例啊，即系突然间肯定唔会啦，系嘛？肯定就系广告，即系又多一个位俾佢卖广告咯，就系咁样啦。咁咧就佢就系、是、哦，如果冇咧，我就用翻呢嚿车厢啦，咁样。咁咧就同即系咁啱咧，又有一单新闻咧，就讲日本唔知安倍定乜鬼嘢咧，走去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佢就唔知探访马来西亚，就喺度同佢倾偈，就喂你哋要整铁路啊嘛？佢话咩？马来西亚咧而家要整高铁嘅，就要连去新加坡，咁一路连咁啊，即系你当好似香港咁啦，一样啦，起高铁。咁咧就日本仔就同佢讲话，喂，你起高铁。系嘛？你肯定叫人招标噶啦，肯定有大陆嘅。佢系咁讲啊，你点解唔考虑下新干线？我哋日本仔新干线从来冇濑过嘢喎，咁多年又快又安全，跟住话唔知咩国家都有用过啦，或者点点点，跟住就喺度同马来西亚 sell 咯，就喺度话喂，不如你整新干线啦，唔好用嗰啲乜鬼嘢，咩高铁系嘛？高铁。就叫高速铁路系嘛，其实全名就系、是、咁。日本人就即系快嘅，即系子弹火车就叫咩新干线，即系其实都系同一样嘢系嘛。但系新干线呢个名我都听过好耐噶咯，即系人哋个日本嘅技术系领先你十几年定乜鬼嘢系嘛？定系而家大陆先至即系香港先至开始整高铁系落后咗人哋20几年、10几年啊？有冇人话俾我听？又话叻机啊！等等啊，冇啊！数据显示应该又系落雨嗰啲供应商问题，吓、啊？高铁系指高架铁路都啱嘅，如果都冇改错名啦，千几亿啊，咁仲唔系高最高？全球有冇人讲过纪录啊？即系世界上有史以嚟最贵嘅铁路系咪高铁啊？而且最短啊！即系香港连去大陆嗰一忽仔已经可以用咗千几亿嘅，有冇计翻即系嗰个比例咧？有冇人可以揾到啊？系咪最贵？系都破健力士世界大全，扬威海外。我哋应该系申请健力士最贵铁路，一嘢。贴喺嗰个地铁嗰啲门口度威啊！即系一定要啊！健力士嗰啲世界纪录保持者咧，即系嗰啲铺头啊，或者屋企啲友，一定系贴喺门口。嗱，我好巴闭啊！我系健力士保持者啊！我哋香港铁路都得啊！呢一条威到考叻叻，哇！系呢下比得靓啊！回马枪，好撞翻上嚟再猜过。日本仔嗰个高铁系好耐啦，讲真，新干线啊，好嚟啦，俾咗落去，哎呀，可惜啊！